tout. Hello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当当，这个是我跟玫瑰姐我俩一起完成的炸茄盒和炸辣椒。这个是我焖的一个方便面，因为方便面我比较喜欢吃焖的，就焖了一个。这个准备的是米饭，今天就吃这些了啊。我得快一点，要不然一会儿茄盒不酥了。我撒了很多的粉，还有那个泰式的辣酱在上面，还有辣椒。这个我包的时候打了好多的馅儿在里边，这一个还挺沉的呢，看这个头，哇，然后那个汁还是那种微辣的，哇，哇，一定要再来一个，
这个个头大。我为了让它的肉多一点，就塞得很慢。啊，太好吃了。玫瑰姐还在外边炸呢，超热。这个啤酒是偷的老爹的，这个是鲜啤，超级好喝。吃点炸的再配上这个啤酒，这太美了。居然有点小辣，我现在吹着空调都有点冒汗。边吃边燃脂，超爽。辣椒面真是永远的神呐。这个茄子是我们家邻居大爷给的，给了好多，然后还有豆角土豆之类的，够我们家五天的菜了。这一小锅连汤带饭的，就是每次吧吃泡面的时候都会剩一些汤，就把那个原味都给浪费了，这样加了米饭进去，汤也直接都给吸走了，一点都不浪费。这一天哈天热了，胃口还好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我家厨房现在是热火朝天的。泡面和米饭这么搭配起，太好吃了。有的时候一袋泡面是吃不饱的。
干干净净，不浪费。OK，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哎，我的啤酒呢？刘总说在哪儿呢？咋没了呢？